典作一出而春秋陈，则其志不欲一世而独往也明矣，亦将从周公孔子之后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来世开太平者邪？论者以为之言。因所者有四书经要三十卷，诗五卷，号丁亥集，因所自选。又有文集十余卷，及小学四书语录，皆门生故。有所录为《易系辞说》，乃因病中亲笔云：“吾臣